论身价多少太尴尬。姚明这样回答再次展现超高情商。姚明曾做客乐家掌管的综艺节目，在现场被乐嘉问，这两年当中你的身价上面有多大的变化。其实这个问题比你敏感，文娱圈明星常常不会公开透露本人的身价。姚明想了一下说，刚入行时做杂志模特，一次是200块钱。接着姚明机智地调侃道，如今猪肉都涨价了，所以演员肯定也会涨价。此话一出，现场笑声一片。但详细身价是姑娘不太好透露。姚明坦率地表示，如今的数字多挺多的，乐嘉诙谐的街道，以前是200块，如今是200万。不过宝宝觉得，依姚明如今的身价，姑娘的有上千万了吧。